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是南山高中陈立生，背号11号打控球后卫。大家好，我是能人加上高景伟，背号5号打的是控球后卫。我是光复高中，然后4号打控球，然后叫余伟豪。速度，然后准度跟判断力，就是控制好节奏，不要就是快慢要分配好，对。需要具备组织，然后基本的外线还有防守，我觉得应该比较属于组织吧，就是控制整个球队的那个运作。沟通吧，就要有带领球队，然后还有就是应变能力要好，还有视野要好，然后也要一定的外线能力。松山吧，对吧、啊？他们比较准。阿肯，我就用速度去过他们，对吧、啊？我就觉得松山吧，松山的防守，因为他们都是每个都很敢压迫，不怕被过这样子，所以感受到比较多压力。当然就是要尽量去切入，然后制造外线空档，或者是去分小球这样子。南湖啦，南湖那一场就是把我用蛮多失误，高院的防守也蛮好的。就卡瑞尔，他我喜欢他了。我觉得玉龙的林伟汉传球很厉害，甚至就是传球整个组织就是都还不错这样子。就能人的高景伟啊，打球蛮成熟，然后视野很好，就金思强，然后好好打，然后再证明自己。带学长金思强，帮助学长，然后可以顺利拿下新人王。个人目标吗？就是没有，就觉得球队赢球比较重要，希望球队拿冠军嘛。HBL 请为能人加商加油 ，HBL 请为光复加油 ，HBL 请为南山高中加油。